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玩 Minecraft， 就是我的世界。OK，要是要水，他们记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我的 magic。应该可以盖吧？没嘛，我家。这是我盖了6年的家，没有啦，骗你的啦。因为我睡觉哦。你铺床给我啦。他家没有。白沫喽。等我5万订阅啦！等我111万个订阅，我就公开我的微信号。太绝了 ！OK， 亮啊！走，我们去盖家。你不生你是鬼呀、啊！哎、okay ，没嘛没嘛，这么你想我家不美？5连6色的。我怎么喜欢鱼呀、啊？我本身就是个男生啊！两个都不准。Oh shit！ 为什么我一跳出去？现在我等了几？所以啊，各位兄弟啊，你们都知道那个是谁的吧？在我的微博里，那就是很红的、很红的老了。我喜欢看他的影片，他做得很好，他的人啊蛮帅气哦，就这样哦。老吴很帅。不要讲讲。哦，就是哦。他很搞笑。OK， 下一个影片呢、啊，跟你们讲。Minecraft， 这个影片应该会是说，那个是金牌打广告，类似这样的东西。你准备了？你是说你是做来国际啊？嗨，阿爸东西。就是呢，你看我家还那个门还是要盖金属下面的嘛？要哈，要很美很美，这样很美。乱吃。Game 嘛是很出名啊，你先讲。这个是受到很多人喜欢的游戏啊。
我们这第一集的任务就是盖完这间恶心的家。这个外面呢、蓝哦，我跟你讲，蓝一定蓝。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盖的家是蓝。OK。突然有一只 creeper 进来了，我也是不想离开家啦。你们捏完了多久？我是哟。OK。等我100个 subscribe 的时候，我会做一个 Q&A 哦。OK， 等下你们等下，我变个 magic。快去盖完了吗？我的家。我的家差不多要完了。家里布置应该是会在第二集，第二集就是等一下哦，我会播出的。你这个包出的几对呀啦 ？OK。跟时间没有关系，我电脑是第二集，等一下吧。走了，今天这个门呢 ？OK， 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就记得点个赞；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，也不要去按，不赞吧。OK， 我们。记得要 subscribe 我的频道，这样你们才会看到更多的更新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要 share， 好朋友要跟好朋友分享，坏朋友就要跟坏朋友分享。对，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，拜拜。